世界大地风水。各位同学阿弥陀佛，那这个所在的一个孤阴最顶点啊，啊，一些呢四十八节的哈，啊，二十四节气的，一啊，他做这个哈，也做得很漂亮，很好。那么至于立相，孤阴的立相，不要的立呢？孤阴的立相，孤阴呢是指一个木星，木星，啊，木星的立相。爱收的来气，收来水，啊！你告诉山，对这直直落来，那个在这孤阴呢？啊，水对这来呢，一定要叫侧斜，木星侧斜，啊，侧面的侧，水了对这来木，这对山对这落来呢，啊，叫木星呢，哎，你一定要收水气，你若叫山形，啊，不要做靠，收都是袂歹。冰多冰多，好，你融入自然也可以，但是你顺着三世呢，一直一定爱有玉带，有包鬼，有包鬼。若是冷刚水夹巴来，你向那些看皮水呢，绝对不对，绝对不可以。所以你要看大是刚水还是刚，你要木星刷对这来呢，而且你切开家呢，啊，最最良民来呢。啊！你一定爱侧斜侧面的，啊！你地面顶你一侧斜，山梁对下来，哎，我向对迄个水形，让它遇带。木星一定爱有水形，爱有水气。若是木星加无水来，这边水真大降来咧，好、啊，那么你家呢就爱向这边去啊，懂吧？啊，那么你木星这里来，天元变成这里来子午。植物呢，你一直爱做毛油。那个我们会谢子华会告诉各位，好，你爱一植物，啊，后天的植物，啊，先天的什么？乾坤。啊，那么还坐相呢？啊，你爱看，啊，你还要那个，你要不要这样？前面一定还有硬山，马还有硬山啊，所以两星来木星来讲啊，这顶上是孤阴，那前位那么去的时，那爱看伊生气方大这边想生气啊，那我要看有朝暗、有朝拜、有朝暗，这拢是咱立相的法则，要追寻好，好咱立相的法则。啊，甲看山形，山形呢，迄个叫做树啊上旺的所在。你还袂爱的时啊，你爱看只附近的树啊，看伊树啊吼，搭一搭上水的，你就爱朝那个向，叫树啊上水的，迄个纳气，直接开门的所在去向。好，再来呢，啊，你要看树啊向，
啊，希望他会告诉我们，伊灵气都会上强，看伊些，迄个手啊怪，哇，迄手啊，迄个都手机啊，迄手机啊，土上长迄个所在呢，去就上往那边，咱就向那边。目前来讲，咱唔得照迄照迄个向，啊去迄个向，你要看这个所在，这张，啊。啊，这张这个所在呢，向这样处理，告诉我们往那边看，啊，告诉我们往这边看就舒服啊嘛，啊，你要看这边去，山水暖暖，山水暖暖，啊，所以这边的树啊，迄块块啊，伊袂真长嘛，好吧，迄树树枝啊，树枝袂土真长，等咱踏入山门啊。啊！你要出这些都往去水去的，你从树来看，植物来看，你嘛知好理想的所在。另外呢，你白杨，明白？山顶呢，你个拍开的时候，里面的山梁啊，是山脉。啊，那山脉呢，叫山脉行叫你去，也很可以。也山梁啊，叫你去，这也是一个。很好诶、欸，啊！如果这迄、那个孤鹰呐、啊，啊孤鹰呢，一拍开呢，地势起真乱的时啊，伊内底纹路很乱，迄地头土地又纹路很乱，迄你要去呢，你要靠自己后天，你来专想对平，一旦受了罪，因为你在木星里面呢，追寻爱有溺水，那么要依在水，啊，比如我就接来呢吼。最佳来、你俩照这里想九十度还可以做稍微斜一点呢你俩啊只除非对面有后面暗山呐、啊、那不呢那尽量火烧的逆水木星侧斜取逆水啊求爱加水懂吗哎木星的节气好那还得木星那里起础的要领好好到这里我们再继续下去哈已经是大学，大学在役。啊，对啊，庙起在就笑，你行要去遐拜。啊，车也未到，人家那个婚礼啊。一般讲你不那边，你不那讲。所以不着的。阿弥陀佛，啊，都是咱黄议员黄，黄议员老师啊，就问讲迄个。地土地啊，哈，迄、那个照片，迄写法，哈，是安怎写，安怎看法？啊，我来看来看这个写法个，看会讲你听。那一般呢，就穿到去里咧，它是去修这个气，哈、啊，穿都穿，就穿都穿，表示。迄、那个伊个山脉气伊无来，啊伫面顶倒山，那么倒一下下下来，表示有咧倒来，啊下即个出即个形咧，诶表示过迄、那个整个山脉咧，迄气咧，对接住下来，我一直一看下，诶来个再来咧，开始即个叫了啊，好即个灵气，即灵气即灵气，啊灵气山脉山梁啊。啊！你看山梁啊，这山梁插对这来，啊插一家来呢，所以这都归拢安起去了，哇！好安起，这个灵气就对这来啊，排这来啊。啊，看落来这，咱看看落来这呢，这是有无啊？好，这灵气安起去才水呢，哈！好这啊，这个在上悬的所在，灵气上昂。啊，这就是出来。这都靠不下岸啊，啊，靠不下岸啊，哪个叫做不呀？这都靠湿气啊。哦，你要看呢，看就行。好，哎呀妈，妹，你走对了没？啊，一直自然，哎、欸。
啊，对呀、啊，好、哦，有气节就是啊，花房啊，那个看你起家的看，因为大自然的最上禅呢，大自然的禅呐、啊，好、啊、拢是就树啊，山河大地，迄、那个木，啊，迄、那个水啦，木啦，草啦，啊，石啦，啊，灵气啦，迄落会甲咱启示。咱若讲哦，你去底下来，咱就知啊。你你也知，知咯，咱唔知。因为我目睭看，只是目睭看啊。啊，你不讲，啊，不讲就不讲。啊，你那个哦，那个总经理啊，哦，这大师看手稿。啊，那看这岩层的走势。早晨一条安尼倒落来咧，表示我直直起早倒出去啊，面倒出去啊。假使这走势咧，差安尼是山是差安尼咧，伊起无出去，第二个里来滴，好像是荷包叶安尼啊，哦，还是安尼也是。所以咱看到这里山梁啊咧，就暗暗的凉出去啊，别个人也知，知了又敢讲。哟，咱再去啊，再去另一个呢。咱来看，这个所在的也，两骨啦，啊，骨不离肉，肉不离骨啊。啊，这所以这个呢，你看也很自然的，迄骨呢，伊也是两边会倒插的，两骨那啊会起到对这边来，转出来，对家落下去。好，啊，这个一个像一个那一个的一个大太极嘛。好、啊，这是六破呀，这大先生会生较侪这种的灵气，好吧？对呀、啊，还是灵气，别的灵气啦，啊，气到这家来，边都没写都无啊，好，边都无啊，这样气较旺，啊，这家来，好，好，好来。看这个地梁啊，地梁骨，这边插到去哩，好吧？这边相同插到去哩，这边就插到来，所以中心都这样啊，好。我你看，真正安吐起来咧吼，做难的都安吐起咧，吐底下去咧，吐中咧，啊，所以迄个工作，迄个就煮面，啊，煮面转来拍下来，好，好吧，看好，你看这形势怎样哦？这主人是倒位，伊吐倒去，表示主人伫啊。拄只迄个煮迄个煮面咧，伊是插入去咧，啊，这边就过过啊，好吧？基本告诉，哎，我头家拢在一边啦，啊，好吧，好吧，这个线啊，啊这样咧，出出啊，咱来去了，好、啊，这已经是广州那一边守护那边嘅，这山河大地人一毛性命，一毛抵抗，一定要感谢，啊，只是咱不了解尔，啊，这就。青山绿水，原来原是如来最上禅的啥呢？如来最上的相，一直如如不动。你不懂他，你也把你认识他，啊，一点告诉你众水天机耶。好、哦，啊，你刚刚讲，哎，你讲你的信教哦，你看，这样，点你点来的，你看，你看，其他无老古都有啊，无老红都有啊，你也知，啊，伊嘛是假讲，假讲，啊。好来，我洗过嘞，我想过来种点地，我要买很多的嘛。导游要不坐？这里面呢，啊，插队要处理，我给我注意一下。啊，这插队要处理，表示讲家里广州那条朱美迪啊，所以主要还是络脉类，还是蜂腰。这个红腰头前的呀，啊，那里我不能看红腰，哦，这看红腰这时间啊，等几啊十年才看一届啊。玉京市。
啊，你找来。哎，鸡冠吧。这叫鸡冠啊。鸡冠桃哈。鸡冠桃。鸡冠。啊，来龙，哎，骨不离肉，肉不离骨，啊，这个嘞，骨最接落来，啊，来放在玻璃罐来。哦，对，那直接弄，我们大，我们大哎。插对接落来，啊，只要对接落。这束腰啦，束腰啦，好、哦、束腰。阿良刚出来，轻都起哩，啊，轻都起哩。接着束腰、封腰、过峡、跪夹，啊，三峡的峡，啊，山的过峡嘞。接着这这样过峡、跪夹，啊，跪夹你要按牛，啊，牛也挂位嘞。哎、啊、哎，过下这个相关的点，他这边落下来相关的点，用罗盘去扭扭看伊的，或者方位，看这什么山，啊龙身呐、啊，哦，咱若要看龙身是真真结结实，一定爱看伊过下这点，啊过下呢，啊比如讲天元，你就归抓拢天元，接着真龙真穴。也是讲，这站，哈、啊，这站过峡过峡的所在呢，扭起来是天元。过了一站呢，啊，你去扭到地元，就要量那个界啊。所以要寻龙点穴呢，你一定要有经过有三节出脉，好、啊、出脉，来开始所有过峡的所在，你给扭换过来。啊，那种共同的仪器，许不了，这是真真真真正正真龙。那无这杂龙是杂种嘛？生出来人呢，奇奇怪怪，后高人后什么人，反正后五百东军，后百五百东贼，啊，迄个的，不同源。那么如果咱呢过峡呢，你要归拢地缘龙，拢地缘地缘，每下你去个徛这啊天元。人人啊，阿黑拢唔对呀，哈、啊，大手都一起诶，先修修未掉，好、啊，所以今日咧，传人来看咧过峡，你看，迄蜜蜂个屁股遐大粒，哇，这里啊，那哦，啊过峡所在蜜蜂个腰、蜂腰、螃腰，啊过咧蜂个屁股，啊要不然就蜂个这边个螃个头。啊，这叫叫做竖气、竖气。啊，这边表示说，这里气的足，迄个灵气真棒。莫怪这希望叫啥呢？哦，这稀落气啊，是咩的气啊？稀落气。啊，系啊，我讲还是稀落气啦。好、啊，你叫啥？叫水呢？好、啊，这点灵气很旺，过峡的所在呢，气相旺。好、啊，好，我们再接下去哈。谢谢。起来，伊就一放落来哇！这是啊，好、啊，这是直接上了地出来就是。啊，咱都讲莫啊，当时一个是不一定，风腰风腰愈侪，阿伯出的人愈侪侪发愈久，哈、啊，这点能先下来，哈、啊，阿弟出来啊。表示说，哎，得力往外跑咯。好啦，各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讲这山形哈，九星啊，九星内底禄存、甲廉贞，廉贞你那不是你啊讲啊，你就看看无讲过，有讲。那么这里呢？面顶上迄粒禄存，咱拄只看半路，往来行往来看，迄树啊长都错掉，下骹转开，迄阵禄存先啊。啊，迄个树拄只树啊错掉，下骹都存开，今年禄存先。最面顶迄个嘛是个禄存，啊禄存呢一个大粒的是禄存，但是经过呢，经过呢是廉贞。廉贞，哈、啊，廉贞先啊，一卡乱七八糟，哦，牙刚卡什么卡，黑牙卡的，毛一卡什么卡，毛是假的，
这条青青这大条，这叫鹿唇，连针，连针三个鹿唇，连针属土，鹿唇属木，所以咱来告诉土乡的这些事啊，充满了矛盾，充满了斗啊，这叫出枭雄，出枭雄，没出英雄哦，出枭雄。所以鹿唇星呢，啊，咱来要做风水徛街啥？你只能下面我不看你可以，不看你可以，但是那悬空爱心呢、啊？爱到那边路程呢、啊？还叫做还是连针高压是？你这个厨房来出去搞你不打嘞？再来嘞，这里路程不是连针星呢？是什么形呢？啊，心很滚呐、啊，疫情呢很滚呐、啊，好球呢。哦，较早呢，玛丽雷蒙路啊，哇，风就吹嘞，吼吼，拢飞起来，好不好？可能飞起来，这就是连针啊，迄个连针星啊，安尼知影无？你来后你不现场，你看这只哦，这就是连针上面路程，所以你也听。你若好而出来，徛起对遐，哇，迄迄个一摆咧，啊，到时后壁咧，坐相咧，坐山咧是出出来人嘛，奇奇怪怪，啊，奇奇怪怪型，啊，像这这类型咧，啊，一般咧，咱啊，较会较老来，免较老啦，中年就较会高病，啊，病大会当一病。那么先生先等伊，对老婆先等伊，啊，这种的形式下呢，对啊，啊连这连真星呢，后面再一个禄存星呢，这大部分那么个穿都个给啊，一生较袂无聊，对啊，这种的星就上啊呢，啊，你若唔相信，你两去找这所在个解看麻烦呢，啊，这个一定会相应的啦，啊。好了，我们再继续前进，哈。